가장 혼다 휴변한 신기 에너지 kuzhub shen zhug sem san an zhang, ta kuzhub da semge de tiba chenbyu gi, da ji tiba chenbyu yimin de semge yume gi, da jie sun zhong do chen arib chi, semge yue na tiba chenbyu ma yinba, semge yume na tiba chenbyu ma yinba, rib chi da, do na tiba chenbyu yimin de semge yume gi jie sun zhong do chen yue rib chi, ta tu zhi kazang 온도 슈바 되는 진입 차리 아래 제가 띠고 준비 남녀수 레바라야 저쇼도 섬게바데 다 메드미롱으로 주도 차리 아래 就像是在昨天我们谈到了发心，也就是发起菩提心，它是整个大乘的一个根本一个基础。有了发心，就算是进入大乘。 俺就是提不清楚，提不清楚，就动安尼个，伢们嘞，动安尼个伢们嘞，就看，还得是下边那样。但现在了不得，俺呢就，传说都，就告诉我的就生计，真的是，告诉我的就电波才能涨多。 那，真的是用完全把这个，真的是挂的，开始不下的药。无论我们在做的是大乘当中的显或密，或者说精乘或续点的任何的修持，它的根本都是菩提心。所以我们首先要有非常稳固的菩提心的修持。 真正在你心中，对于菩提心有所感受的这样的一种修持。但在这个，这个心中不接天啊，那就心窍的就把真正去解不了，千万里啊。然后古人就讲出来，具没见面了，点的得解了嘛的，点没具见起了，点的解过了的。但在你就是啥呢？但在 而这样一个如此珍贵的一种心，也就是菩提心，它不是无因无缘就会产生的，所以我们首先要对于 它的因根源是什么，要有一个了解。那一般来说呢，它的因呢是非常多的。 那，出龙边，该些人出龙边噻，那刚才被该些人出龙边给，这就不难了呀。那，到底拍不起，龙场呢？那，全球几省，几位的，几间，那几间都是住宿的。 例如，噶当派的一位大师叫卓隆巴，他呢也曾经在一个教研当中引用了《华严经》，而说出有十种升起菩提心的因。
which gives 10 different causes for arousing bodhicitta. 자 대라 소베기 지 도소스 나로리아 에 전주 있음 계획이다. 규겐산한 장도 에 가로리 따디기 에 자기한테 오지 가수로다 가르친 거 유명데 또지 남 남자로 남자 안 보수는 예 그래. 所以我们会看到，在不同的经典当中，都谈到有许多不同的升起菩提心的因和缘，还有条件。那第一呢，强三的送别的，但呢，像这个什么叫旧习的，那等于这个都都是学别呢，这个蛮多什么程度。Now, among all of those, I thought that today, 那么在这所有经论当中，我今天所要讲的是，四种因，它是出自于这个《瑜伽师地论》当中谈到的菩萨地当中谈到的四种因。它的强势地，我是但我是给萨顶啊啥的，别给泄露的前辈呢，别给给不出泄露的前辈呢，啊，那就后面他们给咱们来送过来的，啥电影拿了呀？陈主任啥啥的，警察的过来，第一就陈主任那边出这么大，第二过来呀，是不是给他给告诉他给什么东西？查的给什么东西查的过来？这装个别个，那常识出这么一流，那不行。就是要不来，那当然是搞到公墓这里，长寿的，该吃不吃他只能要的。那这一部《菩萨地》这一部论点呢，它是出自于《五部地论》。那在藏传佛教的传统当中，认为这是由无着论师所写的这《五部地论》。那所以在这个当中的《菩萨地》这一部论中主要谈到的是许多菩萨的戒律，所以宗喀巴大师呢也针对这一个菩萨戒菩萨地的这一部分呢写了注解。那同时在噶当派的传承当中也很重视这一部论点。那点呢跟西松边呢他跟唐部的做的这第三个呢成就什么的陈述什么的这个这个话出来的就三个的陈述什么的这个就吐到女巴的那这个的通往的退吧天了天前样这个叔叔里啊印记给了的 inspire 的这个刚才这个心修的解析听这个团呢然后这个叔叔这个陈述的心给了偏托是不是用的啊？这是用的不对。其实第九节点的建唐不的三个的长生比都通往的太巴斯，这就算了。所以四个音当中的第一个呢是，叫做见闻到佛菩萨的功，佛菩萨的心的功德力有。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很多时候，当我们对于佛菩萨他的心，他的这种心的功德，如果我们能够见到、能够听闻到、能够了解到的时候，我们就会受到一种鼓舞。那么，受到一种鼓励、一种鼓舞，也帮助我们，也同样发起这样的一个菩提心。所以，这是第一个因。这张大地，三个的程序是不能给他刚才这南卡出来的文具卡出来的三个给南台记住对象两年送不能信给文具他这三个的程序是不能给南台他吧那这个的这他拿出来给진주뉴제제냠레치아그다믹벤르비치다안다나신기따지
배준 약수를 차려야 돼. 常常有一句话说呢，前人修持的行仪是后世弟子的典范哦，所以也就是过去这些祖师们他们的这些传记，他们的修持的方法，他们的行仪，都是我们后世弟子们在修持上可以作为仿效的一个典范。那这里啊，你别准去学别人上去的，别准留着的，不上个米给我，上个的陈主任别给他看他去，那不他把他去开出来去，他那些陈主任的徒弟去上个米给我约的不来，加上掌握了学徒也是给要嘛的，因为呢别准怎么学呢，别准的他，我但我们民主别的，他他们陈主任徒弟去。俺们忙那么多去，这段这位团呢，他必须自己去找学员。那么在那么多的这些佛菩萨们，他们过去发起菩提心的这样子的不可思议的故事是非常的多的。那在这里我想举一个例子，就是不动佛他当初发起菩提心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这第一个因呢是提到说能够见闻到佛菩萨他发心的这样一个功德而受到鼓舞，是这个意思。I'll tell this as an example. 当我们民主派的，第二，三个一行动对吧呢？当我们这个一行动不写计划写了，第二，他当然，操心写了，确认断不清晰，第二件呢，修对不到的就三个差掉了。那不动佛呢，他是住在这个距我们这个世界东方的这样的一个现喜净土当中，那么他到现在也都还在那样一个不动佛的现喜净土当中呢讲说经文传法。我们住吧他妈的成就的图介绍的三个建设不需要去那些工具里啊成就图给我们的。那不动佛他最初发心的时候，他是在一尊叫广目如来之前发心的。各位弟子呢，他三个前前辈的这个确定的各位啊，考了这个成就三宝当大难行的，这他这个六度群王当大难行，他拉到他们原来说把他忙不起，对的呗。当时的场景呢是这个广目如来正在说法，那当时与会的大众有这些像各大菩萨，还有很多的出家众，也有许多的天人还有非人等等。各位弟子呢给龙吉那块忙不及为难的难的给龙吉啊浪吉那三个坚信不了跟着去了。而在与会的大众中呢，就有一个比丘，他站起身来，然后他对于这个广目如来呢，他提了一个问题。我给跟着他的学的是吧？成就三百的是成就的，知道吧？你们说连什么的，大家刚才提不起没去，你们说连被隔离啊的。给七十六级，两年前给七十，两个七十的卡雷斯跟着学。他问到说，一个菩萨在修持菩萨行时，在修持大乘法时，最重要的一个法是什么？各地的三个坚信不疑的连卡雷，就没得啥了。哦，他成就什么？成就给接班人，别那么的成就给提拔前辈那么的呀，那边搞的呀。你们只要开心学的，甚至他们这了民主的，什么？
但实际上他们就是民主为什么拉不起来了。所以他就说了，广目如来就说，在学习菩萨道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法门，也就是不对于任何一个众生生起嗔怒之心。但民主为什么是都卡的时候呢？那等到亚细七三年解放以后呢？大家那身边的全球身边的他。写什么书呢？哪个路的？他忽然给哪个钱？原来没那的，这什么钱？现存钱的哇？但什么钱现给存起的？那你什么钱啥的就？他告诉嘞，什么钱现给存钱就啥呢？那你这什么钱？他说嘞啊，这他看着看没办法，没得生产着，他看到这。甚至说说说就什么当当名着啊，当这这罗当七当名着了，就蒙古书记也被印度啥呢？但地主看不得明白了，对人着好多来了要嘛。那他们说就三把臭钱，哎，我就是他说他就他们吃些钱不能行，没种钱三把臭钱，臭着了他。啊，甚至开始看了年不要了，开始现在看了年个了，开始看了年个完了，等你提不住的了，全就是把臭着年个了。这三的印度三呢，但他说的生命主不是就确实呢，牛毛被生命主吧，他不是都干不得力啊，适当的控制的生命主吧，纯粹身边的你们讲话的，或者是两个的，或者是什么情形了，拍不住呀，但适当来说呢，那边上不解用了吧，什么情形了，那边上不解用。但是真是生病的，可能两个吃的对不对？俺的吃着有病症，第一军在那点呢，生病现在里啊，就空巢也上班，那边上班，食堂个上班，听得这，没给啊，没做吃的，真是生病的，刚才，真就是嘴巴里啊，那边个啊，开始学的，那点的是，那不是蹲那了，听得这不差。所以当时广目如来就这样子说了，说一个菩萨在行持菩萨行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要能够心不烦乱哦。那他是这样子说的。那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说菩萨最主要的事业是什么？也就是利益一切的众生。然而呢，实际上每一个众生，他们的想法都不同，他们的做法不同，他们的行为不同等等。所以其实你很难说满足到每一个人的所需，每一个人的想法，所以许多菩萨呢，在利益众生的时候，也很容易就心烦意乱，就很容易烦恼。那么，因为的确有的众生很听话，那很好，但有的呢就是不听话，你怎么讲呢，他也不那么去做等等。所以一个菩萨他很容易受到这样的影响，而容易心烦意乱。所以这时候广目如来就说了，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心要不烦乱。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它可以指的就是不被他的烦恼所扰乱，这是一种。同时特别广目如来可能要说的是，一个菩萨不应该被他的嗔恨之心所扰乱。那么尤其菩萨的事业是利他的事业的时候，如果他有了嗔恨之心的话，那么这不等于是在伤害众生吗？所以这跟他的行为是相违背的。所以广目如来就说，最重要的是不要被嗔恨之心所扰乱，一个菩萨不要被嗔恨之心所扰乱。但上个电视没有给人家弄的了呀，这里几个他连的这些浪费研究啥呢，他给弄的被他心术怕起来，他可是心术的上个月的各地就是说呢，年的嘛，刚才呢，连续月的上个月吧。当然是各地就是呢，就成就是什么的，当然是个老多情况的，那的那么一个的。但我手机这么多有个印象，要提高了呀，他很多人看这几个，告诉他上个月的这几个，告诉他这样的，我是不是他们这里啊？民主为什么？到底被开什么手机这些？就是什么两年前接不过来，开什么手机来，就是嘛，送给印度啥呢？
ᱛᱟ ᱥᱤᱢᱥᱩ ᱯᱟᱨᱥᱚ ᱢᱟᱨᱵᱮ ᱨᱟᱡᱤ ᱥᱤᱢᱥᱩ ᱯᱟᱨᱥᱟᱱᱟ ᱡᱟᱱᱫᱚ ᱠᱟᱱᱫᱟᱨ ᱞᱚᱨ ᱜᱮᱡᱮ ᱟᱱᱫᱟ ᱠᱚᱝᱜᱤ ᱢᱮᱞᱟᱢ ᱛᱟᱭᱤ ᱢᱟᱥᱮ ᱢᱚᱞᱟᱢ ᱛᱟᱵᱱᱮ ᱮᱱ ᱠᱚᱝ ᱫᱮ ᱜᱮᱞᱚᱱ ᱫᱤᱜᱮ ᱫᱟ ᱫᱤᱱᱮ ᱛᱟ ᱱᱤᱢᱟ ᱛᱤᱨᱤᱱᱮ ᱥᱚᱱᱫᱮ ᱥᱟᱝᱜᱮ ᱦᱚᱢᱟ ᱢᱚᱛᱚᱵ ᱜᱤᱵᱟᱫᱚ ᱮᱱᱫᱮ ᱥᱤᱢᱡᱮ ᱥᱩᱱᱫᱚ ᱪᱮᱞᱮ ᱭᱤᱢᱤᱱᱮᱭᱟ ᱡᱮ ᱠᱚᱱᱴᱨᱚᱞ ᱮᱠᱮ ᱥᱟᱢᱵᱟ ᱥᱮᱫᱟᱝ ᱜᱮ ᱥᱟᱢᱵᱟ ᱟᱫᱨᱮ ᱠᱮᱜᱮ ᱢᱤᱱᱤᱥᱮ ᱛᱟ ᱢᱚᱞᱟᱢ ᱢᱚᱞᱟᱢ ᱛᱟᱭᱤ ᱢᱟᱥᱮ在听完这样的回答之后，这位比丘呢，他也受到了极大的一种鼓舞，而且你可以想象，在这么多菩萨、这么多的这些僧人，还有这些天人、与会大众这么多人当中，那这个比丘他听到了这样的答案之后，他非常受到一种鼓舞，那么所以当时呢，他也就鼓起勇气了，他就在大众中，他就发了一个愿。他就发愿说，从今日起直到未成佛前，我都不对任何一个众生生起嗔恨之心。那对的嘛，这这么多马赛别，但毛囊毛不修等重要的，就准备毛囊就别啥，连带毛囊断啥都毛不修要的。但呀，我把马罗马罗做的，俺去检查的时候，对，当不的。그래서저아침야마로마로레드다데야카데르지나마타메라소사르지아드르지나지히라지가르인지게다마소네밸류리시다메딩에르지마타다데데카데이나소사르지다이네다게시슈디당고드레민주바스갤론데기멜람틴디지타바인자디균젤라테네콩게첸데야민주바사첸데야콩고몰람따바데레데네민주비첸토이므르这并不是这位比丘他唯一所发的愿哦。其实看到在经典当中呢，提到他接着还发了18个大愿，还有7种这个愿等等哦，有非常多，但是也有一种，就是如果太多愿，太多愿就会变成好像太普通了，太没价值了，太多愿了，变成是这样了。所以我们回到他最初的这样一个愿，就是不对任何众生生起恼怒之心，生起嗔恨之心。所以他也因为这样的一个大愿，他也得到了不动佛，或者说叫做无嗔佛的这样的一个名号。光个名头当的个是，各地都是，但光个毛那么点点是大把银子啊，大地都是呢。这吉隆他个腾讯的程序是吧的，然后就说我忙不起重要了吧？那工作还累些，这个积累啊，但顶我那阵吉隆的，他本没事就来到大，那不都去？我那阵那个的心居，这看出来心居他们这看出来他这，等这个被三个毛都不怕的。지심민주바지시당밀랑와드리지몰랑다뺨미스비리다단딩오늘민주바지랜도스지지지기질이야게지시에다지기질시에지기질시에두사는방송선두사는지민주바스야지기베다르지간다디나로르베차딩게숲지그자임자다다드니두사는상기젠치비야어다교란벤디니자주마섭기봐도교란을깨워는새로던지도아니교란게명리야되네민주버스에명디토구유스나상기빈내가라대신지뭐민주버스에지그리자주고유스에지소위말해当时呢，大家都与会的大众，这些菩萨们也好，这些僧众们也好，他们都感到非常的惊讶，竟然。有这样一个比丘能够发起这样的一个大愿，所以他们其实互相之间也都在传，都在互相的口耳相传说，你看他真是了不起啊，他真是厉害啊，那么他真的是能够无嗔啊，无嗔啊，所以就好像慢慢的在整个大会中，会场中都在传出这样一个声音，就是无嗔无嗔无嗔的名字，所以或许广目如来也听到了，所以接着广目如来就受记说，受记这个比丘说呢，你以后
生生世世你都可以被称为叫无嗔。那么直到你成佛的时候，你成佛的名号也就叫做无嗔佛。那中文另外一个翻译叫不动佛，也叫做无嗔佛，不动佛。现在的我觉得民主别的大家的三个民主别的大家的天主的大家的空间大家的学生们学的心胸大家学生的学生们的吐秀的拉面的大家的当阿祖三藏被灭呢，他你那三界没都破下的，其实的，当年马先生他的其实的写笔呢，都是那啥，他是他人他人学习的，是搞了好不少啊。他的写没写，三界可都投给面阿祖哈古嘛嘞。他一年啊，变那逻辑，变那阿祖逻辑里啊，逻辑的人里啊，他甚至说了一年啊，当年逻辑的人里啊，被控制几个迷死的。这样是不是有些人的话这些的这些人的话这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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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他顿着几个小不几个上你上嗯第一次搞了好好的中年这样的话但现在爬山呢但你们记得呀那光着几个名字啊的我就打到把都说他请用于什么来他刚才念了呀但是你们记得光着几个马上我几个音色啊光着这里这样啊就他那就说他研究下的这些아주니라진용매대로지루차리니마찔리진용매라다내리전주모두받으세요그래서디시야기디렘가르쳐치시루디롱야요마제사디균세라디에네땅아주가르쳐오르사나에네예바르도지타나야베지니마찌기구쇼리야아니지심진수리네야지제당에서막공초에서막미개하고근데이제간다를좀더민주배기따지인도당등질이야롭존시야디계십시라면도섭정도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不动佛他的这个勇气他的这种承担心是不可思议的那接着我们可以想想自己哦，那我们自己有这样的勇猛之心吗？我们敢这样子发愿吗？首先先别说像他一般的发愿说未成佛前哦，那个成佛对我们来说现在还太遥远，可能完全没想过。那这样好了，我们稍微缩短一点时间，我们想说，那我一生中我都不去嗔害任何的众生。嗯，做得到吗？可能想想连这个愿也不太敢发哦，一生中这还是太久了，那还是再短一点好了，一个月好了，一个月我应该做得到，但想一想，嗯，好像一个月也很难，谁知道一个月时间也挺长的，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搞不好遇到什么样的人，我又生气了，等等，那这样再缩短好了，一个星期大概就可以，但也很难，一天呢，搞不好连一天呢，都不敢这样发愿。事实上可能我们也想想我们搞不好连一天中不对任何人生气这个愿都从来没发过甚至也没试过这么去做那么所以更不要说像不动佛那样在未成佛前都不伤害众生的愿了
所以或许真的我们现在应该要如何开始呢？就是先从今天，先从当下，从一天中试着去开始吧。我们就试试看，在这一天当中，你可不可以不对任何人生气，不生起嗔恨的心。我们试着在一天当中去学习，看看怎么样能够跟这个不动佛一样哦。但到呢，前途的迷途不是啥的，常常前段的迷段就是这多。前段呢，前途的前往的前途嘛呢，这里就是啥呢？但事实情况呢，是那个什么定呢？就控制给三不得，这个嘛这对吗？控制为三不得，团队入去的。지콘주기샘데엔다간다를지기두자지마지수지야부지하고에토네근데지충분히미나안바지지원하지네가주라다지콘주밀란사데근데지갈라하부지바지민대웨수지이네갈라하수당아주삼삼지도와아주담자다망부제여래지담자들보다난지샘레지탕수요를도먹고재요알아요이미참사담자고라재는거아줄라야안되지네가라네바이오전시땜붙이다매우인자가라담자재요고라재네콘도창마사주듯이네다지금대형도가안되는줄사네땜아주갈라가버시죠제사바이오전시를땜시두주두주리야반주주레레레이나가라인나두주두주리야수수리야전구제화전시된거야그래서개심을인사를삼정도제마답에담자지샤샤바잠시다지로타노제샤바잠시는르민화근데무튜인지대가르쳐다전부다시신기스며지고도마답에우마지로숨겨라지가르쳐대전시조도쓴게바인사소치다다강강다좋아면되는것이잘안된다고믿어좋아면되는것이제가우마직제비인사도평가하다지다이담자제비좀더많습니다바이오의전시기숨부입니다아니무튜니조조야지영도도삼정其实很多时候不是做不做得到，而是想不想做的问题哦。而且也在于你到底对于生气，你知不知道它是不好的。那么如果你了解到它是不好的时候，其实要做到不生气就比较不困难哦。就是你知道了生气或者嗔恨它带来的坏处的时候，你自然就比较不容易生气。但是我觉得问题其实还是在于一点，就是我们有时候怨都发太多了，发到连到底发了什么怨自己都搞不清楚了，都忘了，然后呢都气完了骂完了才想到，哦对，我曾经发过这个怨，不能生气等等。所以我觉得有一个重点在于，就是随时的提醒自己，随时保持正念，随时有一种觉察，这是很重要的。例如你可以试着比如说每一个小时就提醒自己一次，或者每一段固定的时间提醒自己一次，我不能够生气等等。那么这样子的话才比较有帮助，不然只是发愿不够的，中间随时你要不断的提醒自己，这个更加的重要。不然很多时候我们都说啊，三年前我发过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愿，这样想是没有用的。所以随时保持正念，随时提醒自己，这样子你的愿他才能够走得长远。像控制马拉姆斯就是呢，控制我那马拉姆斯就够大呀。马达呀，控制狼独立决定呢。大地呀，控制大地，大大地我们了。本来就你们这里呀，他们这里，军察局这里大呗。他说，控制米兰呀，他们这切。다이는미지기배뇽다사바소연드산다콘도다고배난데콘도지랑랑데다두루이겸딘다치기절대못돼아삼네딘다치기초랑다
교란 다 캡사인스 다 딘다 지기 제 때모때 아삼 데드나 다디 콘로 랑랑 데어도 얘네네 지코라 넘주르디 마데는 섬레 마도베 콘로 랑랑 데 제자 미마부지 섬레 나는 콘로 말란스 두자네 지기 콘로 지 람베이나 바 두루이 겹제 지 넘주 마데밤 지 콘로 람베기 딱한다 지코 시랑 가서다 넘버 맞으면 봐. 텐데질에 고디요. 이나 때문에 레야다. 세모 마더 소지 야고로 마더 넘규 때문에 마더 기지요 맞다. 오늘 저는 코로 라선 때도 넘규 받던 상 삼삼 가면로 왔다. 마더 더가지 삼삼 넘규 집된 상 강계를 치기도 와. 지금 뭐 코로 망부 사사사사사 제마 안지 선배도 좀 막 이차 야고 Nobody chanted. Says, Cup Deliaji Duruch is still your money. Only at a condo Sandu Mavici, or assembly, a contrachi, tradition me, Nako Duruch, your money, or Ranzinki, Ranking Monkey, Uncle Casway, Condo Til. Boarochi, you got us.当然，这里在谈到的不生气哦，是真的不生气哦，而不是憋着不发出来，不是这个意思，而不是说，譬如啊，我现在发愿一个星期我不生气，结果这一星期中刚好碰到一个人找你麻烦的话，然后你心中只是先忍着，你但心中暗自在骂说，好，你等着瞧，我这一个礼拜你走运，我不能生气，一个礼拜之后你就惨了。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心的话，那这可不是所谓的不生气的一个练习哦，并不是的。所以很多人误以为说，哦，无嗔不生气就是像这样子，是一些外在的该生气的时候，结果还是装着笑着，然后呢憋在心里，并不是这样子的。重点在于是你修心，是你的心得到一种平息，一种平静哦。不然只是硬憋着的话，这可是会憋出病来的，那么还可能会发疯呢。所以这样子的话，还不如不憋比较好，还不如发出来比较好呢。所以这个练习，不生气的练习，它是真的，你了解到生气的坏处等等，而你真的内心中自然的一种平息，你是不用憋的。但是说说再来第二个升起菩提心的因，就是多听闻跟学习各种菩萨的典籍。这里所谓的菩萨的典籍呢，它也包含了它的意思，就是指比如说各种大乘的典籍，就是佛陀所说的这些大乘的典籍，我们应该多去听闻，多去学习，那么也能够帮助我们升起菩提心。That the name gains somebody, Tambechu Tambechu, nobody near our Thomas. Chicago, that Tambechu, jiggling your arms. Somewhere, Taji, Tambechu, the jiggling your tongue, we do something, digi, Tony, and just similar, Gujar of Cheche, Jay Tony, and young Casuada, to show the same gap beyond the user.第三个呢，因是随时要想说正法，它是
很容易，它是随时就会坏灭，就会消失的。透过这个，能够帮助我们警惕，我们随时要升起菩提心。再来第四个呢，是了解到菩提心的珍贵而升起菩提心了。那这部分也可以说是另外一种说法，是了解到或者说认识到五浊恶世的各种的过患，就是末法时代的各种的状况，而让我们升起菩提心。但到那，这剑在那里啊，点起呢，看到这剑师傅康荣呀那，你什么什么西，他看到这里为了点呢，在那成就团队，成就全部团队落结果也不，成就全部团队落结呢，他在这个团呢，成就这个什么结果也并不来。所以以上呢就是四种因，所以。意思是我们透过其中任何一个原因哦，可能是第一个或者第二个或第三个等等，透过任何其中一个，我们升起了说想要为了利益众生而求得佛果、求得菩提的心升起的时候，那就算是升起菩提心。他提拔让人给拿了学问了呀，提拔点的第一个，但是成就三年长度，他都跟直播通对给落结果于是了。那无论我们修持的是什么样的乘道，那么我们都会就是我们向往得到哪一个乘道的结果而升起的心，都有相对应的那个的菩提心。大的念句。这个提拔前辈给咱们如果那样，点头他成就三百八十年长度，他提拔前辈给成就全部通掉的路，绝望没人把这事越来结果越为没了。所以，总之呢，我们如果想要进入的是大乘的道法的时候，那我们就必须要升起真实的这种叫不造作的菩提心。다텐더여기전주통대로내양금들이전주통대로내양드네지가수에친이상하지영바채발이야란덴도전주통대로깨거다디덴도샌덴도전주통대로니가깨고예외입니다要能够算是真正的升起这样的一种菩提心哦，就是想要证得菩提果位的这样的这种菩提心的话，它需要具备两个部分，第一个是为了自利而求得菩提的心，第二个是为了利他而求得菩提的心，这两者都要具备。透过金山的让人住不来啊，喜欢江北，桥本这边个吧，老的多些。在那三级的云点了呀，特别三级的云点了呀，特别强些。俺那三级通掉个路，三级就马通了，这个民族三百多几个路，真的是结果也不着。
那这个部分呢，它代表的是说，首先是自利部分的一个圆满，是他为了成就圆满菩提的果位，他了解到成佛的功德，而希求这样子的佛陀的果位而升起的心。卡拉斯呢，希望超级不来呀，现在这都希望讲不来，帮到超的我嘛多呗，帮到用处做不起，用途没得。今天女三呢，他让对不送超过的，他确有故意没女三呢，提军子了，对呢，看到了，这个说，让对帮到不送超过这样不的设备，拆不来呀，那他就。所以这里的意思，未成自利而希求佛陀的果位，而为了成就菩提，他的意思是最主要是他知道说，真正要达到自利的圆满，他就不能够有稍微有自己得到极境，自己落入极境边，或者说这种叫极境边的这样的状况。所以因为如果说只求自己的落入极境边的时候，那就会他所得到的这种断证的功德呢是不完全的，所以他知道说要能够自利圆满的时候，就必须要希求的是菩提的果位，也就是佛果。那么真正自利的圆满指的也就是法身。而第二个部分是指利他的心的圆满啊。那刚刚第一个谈到的是自利的圆满，第二个是利他的圆满。这当然，如果不具备利他的心的时候，那就已经不符合大乘的发心了。所以真正的菩提心就必须具备了是自利的圆满，还有这个利他的圆满。但另一句啥呢？心机自己用是做不三年这样多，心机前天都就用不起来了呀，这团你个唱，让团的先团，你个唱都那是故意不唱。换句话说，标准的一个发心就是要具备了二利的圆满，就是自利跟利他的圆满。那既然成就三不三的先天团结困难蛮多呗，先天困难团结你要蛮多呗，让团团结你要蛮不紧张。第一原则呢，第二呢，让团都告诉我这个成就，第二呢，团结你个蛮多什么的，你全部因为呢？但是这样听完之后，你可能会想说，哎，菩萨不是完全要利他的吗？那怎么会还要提到说这里会说要自利的部分呢？一呢，他让对成就点点都没有啊，没不来。一呢，在这边他成就什么东西？让对成就点都没有啊，太阳，那呢，先对团结的。先对团结的嘛多呗，让对团结。这个没有人，但现在对你的给别恰恰的恰恰用的要来了。本来恰恰为呢，不，是的，本来怕起来不是因为呢，不的就我同样就不的也不用啊，恰多怕的给扩张给别扩张就送给别个恰恰，但就不的也差了个因为就啥呢？但其实怕的了呀，扩张就远的不恰，那边的不恰，然后扩张就。说了年糕的穷的钱为什么呢？那不得啊，送给前途面为印章。他不一切都派人给说送了得不？他这里就下定面中。但事实并不是如此的。其实对于一个菩萨而言，所谓菩萨的自利，其实他就是在利他。就对于菩萨而言，那自利只是他利他的一个部分而已。这里会举一个例子，就像是。
照顾独子的一个父亲是一样的，就好像这个父亲他为了孩子能够有所成就，将来能成大器，所以他就必须要好好守护这个孩子。那但他首先得要先好好照顾自己，因为如果自己身体也不顾好，也自己也出了事的话，他也没法照顾他的孩子。所以就像是这个比喻一样，父亲像是菩萨一般，为了照顾如同众生的孩子，他首先得顾好自己，所以自立的部分其实是他为了利他的一个部分而已。俺的邻居三呢，第一个他是新街坊的县队去，俺到这边成就多是。邻居三呢，他的这个新街，新街要是做不了，像俺这里啊，俺那就让队成就团结才能战斗。他第一讲了，县队成就团结了，那是还是国越不战。所以这也就是在论文里面论中有提到的县官庄严论说。发心为利他，求正等菩提的意思。他听这个就心间先给团主不来啊，啊那就三个空房，听这团都情绪全部团都念啊，他们这些没空房团都念啊的了呀，他就没人管了是。他就心间先团主要来啊，一米几就三个空房团念入去吧，就没人管了差的要了是。如果我们问到说利他很好啊，那为什么说利他就一定要求正等佛果呢？就是说为什么一定要成就佛果才能够利他呢？但南瓜的念为生前他们这个被吞带了都住不进，等等就用不着钱了呀。但三个恐怕啊这个如果阿弟，他国宝的军人，多么职业的兵嘛。所以其实是有许多原因的，就是当我们说要帮助尽虚空一切的众生能够圆满佛果，而因此我们也发心求得正等菩提，求得佛果的原因是有许多的。是不是现在这个团大主管为民呢？啊，那他说的，参不参的，他拦住就是那啥，参不参也不吃的呢。马些的，这个对呢，这他说的，团主不着急，不是用过嘛的，先团主不着急，其他用过嘛的。那这是因为呢，如果是凡夫，就是一般人要帮助别人的时候，除非有的时候运气好吧，他能够帮得到某些人，但大多的时候呢，其实都是等于说没有利益到对方的。前上，那初级能不能拿到来呀？那先端主播来呀？我先主播。我不是不住过的，是我写。刚才是时间先给他看到，这你住住车站的，团住不的车站了，跑路不的，你住车站了不是还忙活呢？对，但是先团，要不就住退啊，就免费。你说我写住过的是真的送多。也因此呢，在宗喀巴大师的《道次第》当中呢，也有提到。要能够圆满的利他，首先要成就这个神通了。那么换句话说，如果不知道众生的各自的状况的时候，你也很难真正的利益到对方。对不起，是阿底沙尊者的《道次第》当中有这样子提到。但是呢，成就三宝那么一线的，前面够了呀。但拍起话的，他说团队有啊，就用不上了。那三宝人开始，团队没有的这样的意思了。而对于一个菩萨而言，大多他利益众生都能够有能够做到，能够真的做到。当然有些时候也不一定。那三个给。
而对于佛陀而言呢，那由于他是遍知的，所以呢，他任何利他的事业都能够圆满的。那么就是因为他有这种遍知的智慧，他能够知道一切的这些细节，他知道一切众生细微的所需，他们的心意，他们的想法，所以佛陀的利益众生的事业呢，可以说是圆满的。而且呢，佛陀呢，他是两种资粮的圆满，所以因此我们会说，他自然而然的利益众生的事业，也就是圆满的。所以这里我们会知道说，这个成就菩提果位，或者说求得正等菩提，或者说成佛，它不应该只是我们随口说说的一个名词，一个术语而已，而是其实你要想想说，为什么要成佛？换句话说，如果你心中是想说啊，我要帮助一切众生的话，那你真的就会想要成佛，而且成佛对你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你知道，唯有透过成佛，你才能够真正利益到无量的众生，这个影响力，这种利益它是更加广大的。当然，如果你并没有那么想要帮助所有的生命、所有的众生，那当然不成佛也是可以的。所以总之，当我们谈到成佛或者成就正等菩提也好，无论它是什么名称，重点是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口头禅，而是每次当你说发愿成佛的时候，你要知道它代表的意思是什么，为什么要成佛。哦，你会知道这是为了要利益无量的众生，利益尽虚空的众生，所以我才需要成佛。因为你知道成佛的功德，它的利益，它的影响力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么今天课程的内容就讲到这里，接下来还有一点时间，我想做一些宣布。到这里，给老美给他懂吧，什么的呗？他给老美给懂吧，不呀什么的？他给老美懂吧不呀？他第一个的了呀。就当把保养去，等你去钱又不去，给些去穷不得，俺做嘛呢，给些穷不得。到底，他说嘞，这他老当把保养的，年龄俺自己他说嘞，他确实的嘛是，都是现在这么着的。他说，年龄啊就彻底要强糊涂。他的这个他说的这些陆剧人心点不是那样长多。他讲那年干起不许吃的啊嘞。现在地军在那点呢，俺对俺自己，年龄啊，那他都不懂俺自己，只当给老美搞的啊，从都忙不出不来。从都忙不出呢，他就是忙些，从都出来就是忙些的。俺那给老美东巴煮特什么了，他就给老美东巴煮呢，就煮呀特皮的，肯定都是些。现在过了，给些更加鲜点不？他这俺就从都这个烧饼呢的，他煮那煮特些，给些米不切。给老美东巴就煮煮呀，就是煮不稀里香的。他的煮卤煮汤，拉脸大忙。拉都连打了，看这些吧。第一段过了，明天俺就去给自己写过来的，开始不上多上这些。刚才是那，那他的俺就去东北路听的，主要我做呢，做不移民的，得忙不了呀，自己。旅游脱了呀，拉的呀，你旅游吃个月饼就算了。得俺就上面就收拾写过来去的，然后就成天都不去俺这去。特别是写话的，看什么写多什么长的。介绍主要是关于比丘尼戒的部分。那么，因为当然这部分大家也都大部分知道，所以我也不多说过去的一些情况。那么本来。今年也可以说2016年就是要给予比丘尼戒的，但是我觉得如果没有准备的妥当的话，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如法的准备的话呢，那就不太好，所以要能够真的符合过去的这些戒律如法，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所以过去呢，其实我们针对比丘尼戒的给予也做过许多的讨论，但是那些内容呢，比较多是在选用什么样的仪轨上去给予这个戒律。我觉得从今年开始，我们想要讨论就是选定这个仪轨之后，然后要讨论的是该怎么做，该如何进行，它有什么样的步骤等等。那我觉得今年要先有一个好好的讨论。所以比丘尼戒它不是一个轻易能够就开始的，那因为如果我们今年就开始，这个就会成为是一个历史的，所以我们要特别的小心，要如法的进行。但是就是呢，那他提脱了他东西，他跟老美他就懂吧，准备移民呢，俺就爬到江北关那住下，俺就旁边泥沼一关那住下，他真的就特别泥啊的。他爬到江北关的主播镇镇，我们拍的穷不来，江南来穷不来。
那么在传授比丘尼戒上来讲，有基本上是两种方式，一种叫做一部僧中授，第二种叫做二部僧中授。那么在一部僧中授的方式，主要是以这个比丘为主的一部的方法。那么这个在过去的藏地也好，汉地也好，都有这样的传统。但是呢，这样的授予比丘尼戒的方式是有一些争议的。所以由于说，既然还有一个比较没有争议的二部僧中授，也就是由比丘和比丘尼共同来给予授戒的话，那么我觉得也就不用刻意只局限在一部僧中授的方式上。所以由于可以是二部僧中授的方法，所以我们也在想说，从去年开始，2015年就又想邀请从汉地邀请比丘尼过来给予传授这个比丘尼戒。而且呢，在过去的2005年的一个会议上呢，当时是藏传佛教当中各教派的这一些领导者，那么都有参与这个会议。当时的有一个决定是说，藏传的比丘尼戒可以从其他的派别，邀请这个比丘尼过来给予授戒，所以我们等于说也按照了会议的这样的一个决议，那么。想要从汉地邀请比丘尼，但是这个过程呢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总之以上的一些原因，第一个是我们要谨慎，再来第二个就是这个邀请上它也的确需要时间等等原因，所以今年呢我们不会直接给予比丘尼戒。但从都拿了这个人是那啥的，从都拿了的呀，他就穷了，从都拿他就搞得穷不死了。And Deva Singi Geloma, Dan Chani, and Geloma Doma Drubaina. Drigger is Taju Chumbre, Ine, Tatang, as Geloma Doma, Casa Geloma did Den Dendishova. Geloma Gi, that Sanga Dendishua Telegangate. Gangate. Say, Zong Jina, Tai, Zong Chan for Jiao Shang, it's the Jiang, Hui Dong Jung, Yijin Jueding.可以从其他这些宗派邀请比丘尼来授戒哦，传授比丘尼戒，但是现在在邀请上是需要一些时间的。今天别的我就拍吧，拍拍呀，就水军给到空气里啊，啊这个，告诉我就在我前头，学校在我前头等着别人没那样，力度大了，力度大呢，等干了啥的，最难了。但车上堆上的和老的大娃的都倒了吧，
다 이네 로단 다와 다 연주사 사나 아주 지 두고 인사 다 다디 두주디 칠월 캡다 세요 말아 이네 나로는 아주 당부 주야 두주지 땜비 세요래 아주 이네 칠월 캡다 세요 말다 다 디거 두고 인라 두디 로들야 딱다 지 가서 아주 지 로나 안에 지 수도와 되자 로나 사가사다 지 제네 디 게르도 와 안 디 안 지 지난 지난다 지나케와 따따 다 이네 양 지딘 베트남도 어르식도 쓰기 예비인 주사네 야 지기 대양 좀 리도 될라 마다 란다라 지래도 하다 나 지 마다나 야 지 에 양 지조 나 기자 러블링 좀 마보 주고도 와 제자 야 리도 지 따인 주사네 로나르 지 개듯이 안 디나로래야 주베이나 야 아홉시 다 하자 용과 아이나 섬도 시든지 지금도 다들 지혜게 하시오 再来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呢，是这是按照了，当然这是藏族的一个习惯哦，风俗民情来讲说，我们在做许多事情，尤其是这么重要的大的法事活动的时候，我们都会要看一看这个历算哦，看看是不是良辰吉日哦才能做。那么。所以当时呢我们有决定说，当然这个决定本来是今年要给予比丘尼戒，当然这是内部的决定，并没有对外宣布，但因为许多人觉得说这么重要，所以还是得看一看这个历算哦。结果一看之下发现说今年不好，它是一个凶年，所以有的时候还是得顾及一下世间的一些看法哦，民情，所以我们就决定还是看了一下这个就是这些历算的部分，所以既然是凶年，我们就想说啊，那还是今年不要给予这个比丘尼戒比较好。现在在等待云山殿前大陆的年冬居住落里啊，对原来几人但有没两个是冲突出去，但冲突也不是错误的，冲突也不错去，那老人大大这是看这个活动，俺还是从这下会出去。俺移动酒店老了，俺那当俺就去，他说的，对，拉链打土了去。啊，上面去，别走路，真的虚的呀，我们老什么都是不成的。所以今年呢，2016年呢是没办法给予这个比丘尼戒，我们今年就会再讨论一些细节。那做好准备，希望2017年能够给予比丘尼戒。他的呢，他到底看些内容那个东西，七节的米粒等这个，他啊，俺搞的就是啥呢，懂吧？属于阴啥的，这老年的这看些用的多，他的种啊就是冲突少些。俺唐伯吉东北唐王宝贝搞了地阔个地，俺是做的皮里当，喜马拉雅日语，俺是说做的地切的，俺是切的也文章，做的皮里的喜马拉雅日语，提出来啊，阔个唐伯都看出来皮啊切，俺是忙不了，俺呢就听你不送不，人家准备搞不了，俺呢企业的没人做了呀。네고급휴야로근데재미나야보면로삼으로시들을정도따위민에띵아주총도소화제다주기에재야만띵에삼자래제장디균산라떼네아니지금다주담에다주를띵영화디가수에다디자대다중요한말에띵이민에당에삼자라다띵에삼자인상에삼자디왕진보를자루도와디디인주산에다另外也有一些外国的这些出家众呢尼众呢想要求受这个比丘尼戒，那但是这部分也还是要讨论的。我自己的想法是，第一次给予的对象是这个藏族还有喜马拉雅地区的这些民族的这些尼众比丘尼戒哦，那么这个有了之后在可能第二次受戒第三次受戒的时候才开放给外国的尼师来接受这个比丘尼戒哦。当然这只是我的想法，
那我想之后的讨论还可以在会议上可以再做讨论。